你好，我是老吴，欢迎来到 Jurassic Park 酒店。哇！哟，走错边了，其实是这里，不是那边。嘿嘿嘿嘿，我们终于又见了这个门了，哈哈哈！还有我们的，呜！终于我完成了这座桥。哇，这个建很久哦，终于给我强迫症建到了超级平的，看到吗？这里的中间呢，预计呢就会扩大，然后建一间中间的休息站呢，一间屋子在这边吧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这个地板呢，我就把它扩大了。这里呢就是入口了。上一集呢，看到有人留言就叫我放那个什么猫布，叫我放那个猫布了，就是要我接过去。不行啦，猫布，我的恐龙怎么过去的？你们忘记我要把我的恐龙带过去的吗？还有。我们的那个排水管呢，也是接进来的，接进来到一层而已啦。就是这里预计这里会盖一个就是浴室嘛，然后这里就是那个啦，本来是在这里的嘛，我就拉出来了。这里还没盖好啦，就是盖好我们的天台，应该还会再高一点哦，应该会比那个还要高。然后那边呢，有观众也是留言告诉我说，那边也可以接一个天台啦。然后如果不要走这个河的话呢？我就可以飞回来哦，呜，太爽了！然后呢，我发现了一些事情呢，就是呢，原来很早之前呢，就升到了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抽你的血的，你可以抽你的血五秒之后呢，一直抽，它就变成这样一包一包，好像卫生棉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你就它现在是扣你的命啦，之后呢，如果你的命好像被恐龙咬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来补咯。非常方便的，我现在知道。所以呢，这一集呢，我们因为上一集呢，就建太多东西了吧，所以就打算这一集呢就不要去建东西。我们呢又要去山洞，我把挖更多的铁回来。我们要去建我们的那个炸药，还有我们的枪啦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枪需要些什么材料，这样子。shotgun 80个铁块 ，shit。80个铁块就代表出来160个铁哦，还有我们要去挖那个啦，山洞里面有那个血子嘛，我们要挖这个来做那个装备哦。枪杆子弹是需要3发这个子弹呢，这个一个子弹是用1个铁块，所以说这个的话就用这个用3发子弹还要1个铁块呀，这样说要用7个铁块哦，一发要7个铁块呀，它最好是有杀伤力的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手榴弹呢？手榴弹是需要一个油圈来跑来的呢，哎，这个可以的，这个头的，哎，手也可以做了，脚也可以做了，身体还不够，这我们先做一个头的哦，我叫50哦，防护力叫50哦，这个才叫20而已哦，这个可以加去 sex side 了，直接穿这个了，不是叫你放回去的，放起 ，OK， 直接穿，哇！为什么跟照片好像不大一样？不要看他的胸部，看他捏捏做什么惨？哇，这样子哦，哇，我的一套就不够帅。好吧，我们就是要开始出发啦。我们带我们的牛魔王一起去吧，这样可以拿比较多的铁回来。还有我们的 Blue， OK， 我们要去出发了。是我们要挖更多的铁，然后看一下山洞里面的一些大魔妖怪是什么的。走吧。看吧，这条路现在还不错吧？太帅了吧！喂，喂，有路给你不走，有路给他不走，他你看他干嘛？看那个板卡住他了。嘿嘿嘿，哇，乌龟，路太挤了，乌龟，你很冷吗？你发抖吗？咋的？你看他的乌龟。这两只啊是怎么一回事？现在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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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怎么来的？前面的老鹰吗？不是吧？好像不是，好像蝙蝠哎。蝙蝠是肉食的吗？好像很大只哦。哦，还是不要去打，管它好了。好了，这里好了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呜呼，什么事情他？他卡在那边了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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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为什么他会变来变去？
哎呦 ，Hello， shit， 这里，为什么？他什么事情？他什么事情？就叫他不要养这么大只的恐龙，不会听。他是怎么样卡在这个树那边的吗？他，啊，哎呦，可以走了吧？他，对，哎呦，又卡住了，那波还要发。他又卡住了哦，他卡到什么了？这是，哇，他的脚是有口香糖吗？啊，走一个贴在那个木外面是怎么意思啊？哇，不行啊，他一定要放地板吗？啊，来来来来，地板地板干净了没有？干净了没有？哎呦，哎，我这样放上去啊，什么一回事哦？他一定要一个地板才可以放床吗？哎，没关系啦。随缘啊，这种东西去吗？哇，跳起来，带力空中之变。啊，不能进来啊！你看啊，哎呀，他很忙哦，他很忙哦，他。啊，可以啦，你不能进来，就在那边帮我看门。OK， 我们要出发啦。Go！ 为什么我玩线上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挖的呢？我看了，可以啊，我会挖到了，摆设了才可以挖的。我的 crystal 了，原来 crystal 是这样得的吗？没有了吗？啊，这是上次那边呢、啊？这样他应该过不去吧？在那边叫在那边等我好了，走过去哦。这个会倒下来吗？该不会倒下来吧？这个。有什么声？好像有蛇的不是吗？哎呦，你看这条路怎么走？我看还是走这样子好了。恐龙走不过来了，我们的 blue， 我们有缘再相见吧 ，blue。给你个礼物 ，OK。这个就是我们的，我们要分开的失散啊，随便他了。哇、哦，你看这里，难道是要跳才过得过去吗？他该不会是要我带降落伞过来吧？该不会一只喷火龙在里面的吧 ？Charlie Jet 啊啊！这里应该照理来说是可以跳得过去的，可是万一我跌下去的话呢，我就麻惨都没有了。这是啥、啊？这个黑黑的狗大便吗？哦，可以，这里可以玩的 Obsidian。Obsidian 是什么东西哎 ？Obsidian 。哎，谢谢雷雷，Obsidian， 我跳了过去，我应该跳不回来啊。这里是尽头了，那边是另外一条路了。我看我先回上去把东西摆了，我再进来多一次吧。OK， 走你啊！哇哇，很紧张哦，来的时候没有这样紧张，要回的时候拿那么多材料啊。走路也会矫正哦，哇，被卡住哦，哇，怎么卡住我？被吓死我了。好吧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啊，不行啊，超重了，超重了，不行，他不能走了，我们要慢动作，要放一点慢动作的声音走出去啊。哎，我去哪里啊？喂，为什么他跟我走这条这么难走的路？你不要跟我跌下去哟、哦，求你哟、哦！喂 ，Oh no， 他不见了 ！Oh no，Blue，Blue 跑去哪里了？看到牛魔王而已。Blue， 哇，你不要吓死伊林的楼倒啦！哎呦，等下我去那边挖铁，拿铁来跟我的儿子交换是吧？哎呦，这是已经是我的儿子了，你知道吧？从小养到大的、啊，哎呦，两等嘛，抓到的时候16等啊，跟我一起成长的、啊。来庆祝一下，我们挖到很多铁吧，11个 crystal， 是16个而已吗？我是16个，这样嘛才23个铁块而已，其他半支枪都做不到、啊，手把那个枪的手把都做不到啊。嘿嘿，你不要看着那个洞的啦，你不能进去的啦，放心。
还是看着那个洞，还想要进去是吧？是这里哦。哦，后面那么青色那边有蝙蝠是吗？这里跳不过去吧？先走去那边好了。喂，为什么这个东西的？喂，到第一次来没有看到了。哦，鞋，这个鞋都没有用的，丢掉了，帮他丢了。哎呀，以为什么好料东西，一个嗨在那边的。嗯，这里啊，这里比较近啊，跳过去哦。哇，然后呢，我在那边了，这里还会飞过来吗？这里还有挖那石头先。OK， 我现在要跳过去那边了。哇，这里。我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哇，差一点哦！我太早跳了，刚才。才过来的吗？我很难跳这个。哦 ，OK， 来来来来来来，是收到啊？收到收到收到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哇，急等这个东西，我很大只，我很大只，哇哇哇，两只打攻击我，我为什么会跑这个东西出来的？我打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哇，很痛，我很痛，我杀死一只。Onchi，蝙蝠叫 Onchi 的吗？不是叫 Bat 吗？原来蝙蝠侠这么多年都是取错名字啦。应该叫Onchi面呢，不是叫做扁面呢。这里跳不过去啊，没有路了吗？不是啊，这里跳不过去啊，这么远，你看，没有理由我可以跳得过去的、啊，太远了啦，没有理由的吗？从刚好从这里跳过去啊，哎，好像可以跳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可以啊。观众们，保佑我吧！哒哒哒哒哒！哇，不错，可是我跳不跳得回去？太可惜了。喂，哇，我没有留意到，我没有留意到啊！他们没有看到我，现在几十只在这里哟、哦，开会吗？啊，我引他回去吧，要从这里射就好咯，我真聪明啊！喂，射不到，我射到，射射到！哇！过来呀、啊！啊啊，过来过来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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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！哈哈哈哈哈！白痴，真白痴，看到了，有点白痴啊！笨到好像这么容易是吗？我跳不过去也是死定了。哇OK， 这么多只在那边哦，哦，没有路了，这山洞我走完哦，原来是有尽头了这个游戏。哎，上面有一个洞哎，嘿嘿，青色不能打了吗？青色是什么鬼？没有东西啊，回得去吗？这里，刚好跳回去，已经笑死我了。啊、OK。好，嗯，前面是我来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从这里跳，这里跳去。啊！我跳不过去！啊哈哈哈哈！笑死了呢！哎呀，我竟然跳不过去呀、啊！喵！我看到了，看到蟹子了，在里面。不行，我还有很多东西，我要再出去再进来过嘛，每一次都要这样子啊。哇，出来的时候你看它山洞，哇，很有 feel 哦，出来的时候的感觉，哇，哇，看到阳光，我要喝水，我要死掉了。多少个了这次？哇，65个，第二趟进去，哇，现在有100多了，109个，还不够啊，我要120个啊，那把枪。哇，好吧，我们第三次进去了，这边应该可以跳得过去哦。哦，跳过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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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尝试一下子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发现我了，发现我了，发现我了！哇哇，我他会游的吗？
哇，他会游过来的，他会游过来的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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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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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呜！他游过来吗？他好像中火不会死吗？每一次跳都是一个惊险的旅程。哇、哦！他们真的是死大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哇、哦，这个什么来的？嗯，现在只剩下这几只在上面，我要跳进那边就是最后一条路咯。No， 射不到。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四只哦，哇，四只哦，哇，十等哦，哇哇，太快了吧，这个奥吉，奥吉，奥尼盖，快点吗？哇！为什么回来的路有看到蜘蛛了？这次，哇，很大只哦！中毒了吗？我好像中毒了。哇，很大只哦，它这么黑呢？看它了，看它了。哇，它在那边做什么？看。哦，闻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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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会射，还会喷蜘蛛，我还喷蜘蛛丝，我还哇，哇，终于看蜘蛛啊！我得几定了，我用这个打他，哇，可以做装备哟、哦！我怎么这么硬的？怎么这么硬的？哇，这两只，哇！哇，蝙蝠这么多只！哇，这些蝙蝠哪里跑出来的？这么多只哦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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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回家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先回家吧。这个洞我还不够等级进来啊！回来了！呜！他又不打算要跟走正常的路了吗？哈，哦，这是他会哦，这是他算是聪明一点的哦。回来啦！你们有没有想念我啊？你们？哇、哦，他已经表现出来了，烧铁时间。哇、哦，哎，我的铁，我铁在恐龙那边，不好意思啊，拍谁哦？拍谁哦？哇、哦，48等哦！哇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要做吧？这个听说这个是最强的近距离武器哦，可以做了指南针。哇，指南针来干嘛了？它是什么？是看风水盘吗？是看哪里比较多幽灵、妖魔鬼怪吗？嗯，叮铃铃，叮铃铃，哥哥幽灵。哦，难怪它的地图还没有指说你是看什么方向啦。原来啦，还有指南针的关系呀、啊。哎，基地带回来了，基地25个。好像连一个装备都做不到啊！哎，可以啊，要先做护甲吗？哇，很厚哦，这个胸罩，加点红色进去吧。红色应该还蛮帅的哦，它的边的确是有够难看的，哈哈，的确是有够难看的红色。白色好像染了跟没有染没有什么分别，它本来的衣服都是白色的，不是吧？嘿嘿嘿，铁终于烧完了，78烧两个，哎呀，我们的铁挖到完才78个铁块吧 ？Holy God！ 我们先做那个这个斧头跟那个好了，这样的话我砍树的话还有打人会比较多，这样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房子啊，是时候来。捉鲨鱼东西，哇，290个皮吗？要取鲨鱼，155个纤维，还有这个什么 chamadine paste， chamadine paste 好像是要自己弄的，哇，它需要4个那个牙哦，30个吗？好像不够哦，不够哦，看我们先抓它好了，先不能骑哦。人家30个，还有4个而已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个游戏的海底很深哦。
喂，那是鲨鱼呢！来来来来，看到我了，看到我，看到我的，看到我的！来来来来来，来你的爹爹这里，来你的爹爹这里！哇，还有很远的到岸吗？你不是玩我吧？喂，他走了。No， 我在水里面可以射石头啊。不行，什么都不能射了，在水里面要引他上岸才可以啊。他不靠近岸，我怎么？哦哦哦哦哦，红色的这是。上来上来上来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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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个伦敦每个伦敦喵，哦，我卡在这里了，对了，是时候等到三秒，一二三，哇，你看了哈，鲨鱼的把揪看了吗，鲨鱼的眼睛，哦，好像一粒鼻屎这样子的，鲨鱼的眼睛，哦，喂，会死掉了吗，不够氧气，嗯，他好像会死掉咯，喂，他什么时候才晕的，哎，我在他嘴巴那边不会咬我了，你看他我都在他嘴巴那边，他不会咬我了，他，啊，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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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Many months later， Yes， 终于给我捉到了，哎呀，没有很久而已啦，没有很久而已，没有很久而已，两个小时而已吗，哦，两个小时而已吗，尼莫抓到了，我们的尼莫，这整个岛的所有乌龟基本上给我杀死了，基本上这整个岛乌龟就是为了得这个它的脚啊，哦，三十个了，三十个了，耶，我终于可以击杀鱼啦，诶，哇，哒哒哒，听不见吗，我还听不见，没有气啊，怎么气呢，喂，然后哇，很大哦，我接着，哇，我怎么这样站住的，我这样站住的吧，哎，我这样站住这样气的吧，哎，我建了一间家给他在这里耶，好像有一点气啊，哎，可以进来吧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进来啊，没有错啊， OK 啊，头可以进来啊，哇，我以为很，哇，它很大一只哦，它的头可以摆在这里而已啊，我还以为说刚刚好了，刚才见的时候看了一下，哇，好像很大间哦，哪知道它还要大只，哦 shit， 它卡在这里了， no， 卡在这里了，卡在这里了，呜，我很爽哦，可是我在这边的时候我还是要用氧气的吗，就是说我要升我的氧气哦，哦，可以这样子走了吧，哦，这样子也可以，这样子是没有氧气哦，可是也可以沉进去哦，呜呜，